因为很高兴要娶老婆，对不对？你快到老师措手不及。我们主要第一次接触是在我工作的时候，他那时候是当我的那个放飞的机工长。那因为那时候我有些问题想要问他，然后那时候就跟他开始就是比较在聊天，然后认识这样子。那因为认识之后没有开始约出去，这样去外面聊聊天、吃吃饭。那久了之后发现，两个人的个性都蛮像的，而且我们也都住在云林，所以就是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。那我也很感谢大家愿意答应跟我在一起，那到今天，愿意成为我的老婆，所以我还是想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现在是问妈妈，是不安过过？自细汉就是安尼甲牵手，带伊学行，带伊去学校，教伊安那食饭，教伊安那做人。时间真紧，捌一个你，今仔日牵着婷如的手，想要交予伊，我世人上欣赏、上爱伊的查甫人。阿想真正足欢喜的，因为普通时啊，到这个时阵，新娘仔拢会淡薄仔感伤，目屎流落，但是咱的婷如自头笑到尾。这表示呢，这个家庭非常的乐观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感情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婷如，刚刚他问你的那句话，你还是要回答一下，你再问一次。婷如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他想说，爸爸妈妈都牵我到这里，我只能说我愿意。其实哈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时刻。那在愿意之前，我想要请婷如跟爸爸拥抱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抱自己的爸爸跟妈妈，对不对？再抱一下妈妈。谢谢谢谢爸爸妈妈，把婷如教得那么好。当然，咱的泽宇，咱的囝婿嘛，爱跟咱爸爸小浪一下，当一下囡仔嘞，吼、哦，嘿，浪一下就是当囡仔哦，心跟心在盖印章哦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印章你要永远的保存好，妈妈也要抱一下，你只有这时候可以抱爸爸的女人。好，来，我们请爸爸跟妈妈把婷如的手交给泽宇。之后要掌声鼓励，谢谢谢谢爸爸妈妈的交付。那我想在这边呢，请哲宇跟爸爸妈妈来交换个位置，来。那我想哦，你将哲宇牵着婷如的手，那么来跟婷如的爸爸跟妈妈鞠个躬，谢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，千言万语用鞠躬来感谢，谢谢。掌声欢迎我们的资深新人进场。来，三十当前，咱的新郎甲新娘就是生做安尼吼，哎、欸，你新娘新娘无牵的啦，爸爸。嘿啦，你新娘爱牵的啦，牵你的新娘不是这个吼，来，掌声来欢迎。婷如还有我们的哲宇走上我们的幸福舞台。哎，你的头像都不到多少，老师都会放音效。我们要把我们的掌声盖过老师，不要